将洛梨油与可可脂混合，消毒针头，把维他命 E 胶囊戳破，将维他命 E 油滴入烧杯。将热水加入小碗，把烧杯隔水加热。隔水加热，等待可可脂溶解。可可脂溶解后来灌膜。这次实验发现可可脂没有办法取代蜜蜡，放置一段时间，我的护唇膏还是水水的，它是液状没有凝固。大家可以看到底座啊，它的油已经渗出来，我如果去转动它，现在就有油跑出来。所以如果你要制作可可脂的护唇膏，还是要添加蜜蜡去增加它的硬度。谢谢大家收看。